那我一开始一进来，我不就要，丹丹，请问你今天要什么声音呢？对对对对对，丹丹，请问你喜欢萝莉音呢，还是老人音呢？有没有御姐音？啊，这三小御姐音，御姐啊。丹丹，请问这个声音好听吗？请问你会那个恶龙咆哮吗？爸爸，请问还有什么要求吗？那你会吟叫吗？啊！我受不了了！你还是别嘲笑了，不好听吗？那我修改一下，需要再来一次吗？好，再一次。我想一下，有没有比较好听的咆哮声？男人婆的有吗？男人婆啊，反正就是男人婆了呀。说我是男人婆，腿男腿男不行。板板可以给我打个五星评价吗？只有一星好评。进进出出加粉魔一进来就要戳死我的口叫声。啊，不是你们两个都进进出出，我要崩溃了。你也可以玩凯莎啊，我们就一起进去。然后我就不见了，猫咪也不见了，然后上路玩魔都凯撒跟着不见了，然后你就进去一打四。你他妈的把我当神是不是啊？那个陪玩小姐，哈，可以再来一点吗？好啊，可以吗？哎，你如果遇到那种那个陪玩小姐，我是一个 T， 我想要有女朋友的感觉。啊，好啊，你就想象我的手在你的下面，不是，这是恋爱，这不一样。哦、好，不好意思，让我想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我没有点恋爱。那，宝贝，我等一下去住你哦，你要趁着等我来哦。你不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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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你来会变成对面的 triple kill。哼，等一下，双 buff 拿了，先去下路。不要哦，珊珊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吗？我们这样就挂机。女朋友陪男朋友玩是这样玩的吗？你平常是这样跟人家玩的吗？我平常就这样跟我男朋友玩啊。所以你会说，宝贝，我们等一下来抽抽擦擦。哦，没有，我会直接跟他说，嗯，再这样子，我等一下在床上让你欲生欲死。完了，我觉得跟你玩都会变十八禁。本来就十八禁了，好吗？那我们认真一点，双 buff 拿完，下路见。不是，偶尔遇到我都会变哎，他平常开台就不是讲这样，妈的，这跟我有什么仇？没有啊，你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没技能，没技能，没技能，没技能。我的 Q 啊，差0.5秒。完了，我下路爆炸了！完了，那个侦探太鸡巴了！我来了！明天我该要去吃鸡了。你
22条、22条、22条。哇，你的来了是空渣网。看你们又没有要上的意思，离那么远。他有治疗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治愈。直接R吧，猫咪。不是，他是不是闪现失败？我看错吗？他闪现失败吧？已经别人体内了。我刚刚看那只猫咪进欧安体内，然后欧安进别人体内，然后猫咪就被弹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阿里，好，马克。他快死了！欧安，算了，你跑吧，受不了。你不要，会死哦、啊！算了，三只可以，打吧。不是，我看到劫匪了。这好难。这个劫，乖乖，团长是谁？你的劫跟我的劫学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一直觉得内线的音质有点不太好。真的？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每个人都问题？真的不好，反正这个辅助不需要沟通也可以，我们那时候已经体验到了。要不要我买一个麦送你啊，小姐姐？我要 High Twist 的麦。好、啊、不见了、啊、不见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试试看。下路应该暂时没问题，但我会被其他人干。我在赶路，我可以撑着吗？在赶路，我在赶路，赶。不小心剪头了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，好扯哦，你都扯呗，不要追不要追。你不要冲动，我觉得你想冲动，你不要冲动。我说你冲动会出事。好痛哦。我说你冲动会出事。哇塞，怎么这么缓呢？啊，他出装这么好了，1000块，好爽啊！没事没事啊，点燃烧死了。这把有台服奇迹吗？有点难，但是有一点点的希望，但是有点难。兵超多哎、欸！怎么那么多只？他们真的有点硬邦邦的，每个都陈伯人，陈伯呢？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们的主板要被小兵打爆。你是还没爆，还没爆。我要去抓 AD 喽！我抓喽，我抓喽！好，抓到那个真娜了。干！他真的很针对我哎、欸！叫咪咪蛋打 AD， 他不是本来就会了吗？我干嘛叫他？我上次看他玩路仙嘞，是路仙吗？好像是。